台柱台柱，请问《魔物猎人破晓》的体验版在哪里下载呢？哎呀，这你就问对人了。首先是 Switch 版，我们准备开始喽。来，游戏主机打开来，一什么商店点开来，选择登录的账号，精选页面找 Rise， 右侧下载体验版，选择下方的版本，按下 Home 键回首页，恭喜获得体验版。哎，为什么不是在破晓的页面下载呢？那是因为 Rise 才是游戏的本体啊。可是我没有 Switch 该如何下载呢？ OK， 接下来是 PC 的版本，我们开始咯。来， Steam 页面点开来，右上搜寻找蒙哈，点开 Rise 的页面，页面慢慢往下滑，找到绿绿的框框，下载给它按下去，等待等待再等待，恭喜获得体验版。嘿，是的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恭喜再次获得体验版。如果你遇到一直问的玩家，把这个影片连接砸他脸上就对了。